梅表姐，你不应该这样悲观的，你还年轻，将来一定会幸福的。是啊，未来的事情哪个可以未卜先知啊？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二表哥说的对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女人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。梅姐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丧气的话了。我已经赶不上时代了，我的一生都是让命运在摆布。 自己不能做一点主，哪有幸福可言？你看你，又多愁善感了。我们的环境不同，你要是和我有一样的遭遇，你就不会这样说了。梅姐，环境是人创造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改变它呢？只要你拿出勇气和毅力，去和环境做斗争，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把属于自己的幸福争过来。梅姐。 其实晴妹的环境和你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，可她是从乐观的角度看，便一切都可为了；而你是从悲观的角度看，所以才会多愁善感。梅姐，以前的事，你就当做了一场噩梦，不要回头想，只要往前看。等再过几年，你境遇好了，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哎，对啊，梅表姐，你可以多看看书，这样会改变你的想法。是啊，你想看什么书，我这里都有。 谢谢你们的好意。不过像我这样的人，读新书又有什么用呢？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。不管时代如何变，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不了了。梅姐。 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，像你这么折磨自己，我们看了也都心疼啊。怎么可能呢？过去的事就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上，我都不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。家里一个跟我说话、听我诉苦的人都没有，我就只能翻些诗词来读。 看见花落，也会落泪；看见月缺，也会伤心。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大前天晚上，落了一夜的雨，雨敲着瓦，敲着窗，响个不停。我忽然想起一两句诗。 往事依稀，魂思梦，都随风雨到心头。你们都还有明天，而我却只有昨天。昨天的事固然使人心痛，而它却可以安慰我，让我觉得至少我还活过。 从这一刻起，我终于明白，梅表姐不但忘不了大哥，甚至不会再嫁人了。对她来说，只要有爱，回忆即使是痛苦的，也会变成一种甜蜜。我不敢想象，当大哥知道梅表姐是如此的执着时，会做出什么事。我的心情莫名的沉重起来。二少爷、三少爷，高大叔，二少爷、三少爷，我高升。 给你们拜年来了，哦、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哦哦，哎，高大叔，你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快去买些吃的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高大叔，谢谢你进来怎么样？啊，托二位捎个信福啊。爷爷来了。哎，高升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高升，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高升，放开呀！高升，我，看你往哪儿跑，祖父。 把他送官，好，去找根绳子。哎，爷爷，高大叔只是来要点赏钱，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。对啊，你给我闭嘴！上回要不是你一时心软同情他，我们的轿子会被抢，人会被打吗？分明他和那些棒客是一伙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老太爷饶命啊！爷爷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过高大叔这回吧。不行，这回是他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依法行事。
把他绑起来送官。哎，停停，快点，找到绳子，放了高大叔吧。绑起来！爷爷，你们谁要替他说情，我一块绑。听见没有？爷爷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少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高大叔只是来拿几个赏钱的，并无恶意。大少爷，当年的事与我无关，我可以发誓，真的。那些棒客跟我不是一块的，我还挨了他们的打呢。大少爷，你要相信我呀。爷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放了他吧。怎么，连你也这样说？爷爷，穷人不一定就是坏人，我相信高大叔当年是不知情的。再说事情过去这么久，我们在对付高升是不是显得气度狭小？爷爷，大过年的就放了他吧，也算做件好事，还不快放开。老大爷，这不是纵火归山吗？这哪来的什么老虎啊，他只不过是个手无寸铁的瘦老头。高大叔，你快走吧。哎，谢谢三少爷，谢谢大少爷，您的大恩大德我高升记住了。下回别再让我看见，不是每回都这样好运的。哎，为人处事心存厚道是好的，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。外面的事情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所想象的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希望这回是多虑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刚才真勇敢。对啊，今天你可让我们刮目相看了。嗯，是吗？嗯，只要以后你们不说我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，我就满足了。行了，回屋吧，外边冷。好。哎，大哥，你见过梅表姐了？怎么没听你说起过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刚刚在姑妈家碰到梅表姐了。我是跟她见过面，可我跟谁都没有说，说了又有什么用？我心里的苦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。大哥，这次见面把我的回忆都唤起了，它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切。我无法忘记他，我知道我这辈子都无法将他忘记了。可大哥，你已经有大嫂了。你们大嫂对我很好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回报她。可是我欠梅芬的却永远没法偿还了，是我负了她。当我知道她死了丈夫，又被夫家嫌弃，不得不搬回来跟姨妈一起过生活的时候，我的心痛的就像要把刀子戳在我的胸口。是我害了她。大哥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梅表姐的错，你们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，谁也不能怪谁。现在时过境迁，你又何必作茧自缚呢？他不想见我，我知道他不想再见到我。梅表姐不想见你，她是想把你彻底忘了。对了，大哥，梅表姐都能做到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呢？你们以为她能够忘得掉吗？她是在苦自己啊。
一个没有体会到痛苦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滋味的。如果他处境能好一点，有一个能够关心他的丈夫，我也就不会这么不安心了。可命运偏偏要这样捉弄他，让他成了寡妇。我真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。大哥，你别这样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对啊，大哥，也许梅姐又遇到好的人家成了亲，那所有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大哥，你也希望梅表姐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？也许吧。你回来了。哎，这拜年呀，真累人，一上午啊就走了好几家。哎，明轩。嗯。我想跟你聊一聊。聊一聊？你要跟我聊什么呀？还是不说了吧。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也没什么，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说说话了。这年前啊，事务所忙，过完年吧，过完年有的是时间。可是到底怎么了？没事了。哦，明轩，我给你做了件袍子，你一直都没有时间试。哦，就为这件袍子？嗨，来来，我现在给你试。哎，这你做的？啊，好看，来来试试。哎，哎呀，这料子也不错。哎，还真行啊。以后啊，让家里裁缝就别做了。我的衣服就你做，真不错。你做了多久啊？也没多久。正月初九耍龙灯，一早马房里的轿夫们就忙着做花炮，花炮里面都放了碎铜钱，说是放出来的火花可以贴在人的肉体上面烧，不会落下来。几十桶花炮很快就做成了。梅姐，今天是年初九，你想不想去看龙灯啊？好啊，去哪儿看？去大表哥家呀。我还是先把手里的活做完吧。秦妹，你要去就去吧，不用管我。那怎么成啊？都说好寒假我们要在一起的，再说我妈已经答应钱姨妈要好好照顾你的，我怎么能把你扔下呢？我又不是小孩，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你放心去吧。哎呀，去嘛，表弟妹妹看见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是不想见高家的人，可是二表哥三表弟都知道你回来了，难免会说漏嘴的，你这样故意躲着反而不好。哎呀，不就是死了丈夫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我妈和你妈不都是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吗？梅姐，对不起，我是一时发急，没别的意思。没事，你不用在意我，你快去吧。秦妹，秦妹，梅姐，姑妈要我来喊你们。你看吧，高家差人来请了。哎呀，姑妈，姑妈答应我不告诉高家的人我在这儿的吗？怎么？啊，姑妈谁都没说。他只是偷偷地告诉我，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哎呀，那我就更不能去了。梅姐，除非你一辈子不上高家，否则哪有亲戚不见面的？是啊，梅姐，你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明天。你
你还是去吧。你们别再劝我了。好吧，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哎，你们都不去，我怎么回去交差啊？那我也不去了。你们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梅姐，走吧。哎呀，梅姐，走吧。哎呀，我不去，别让姑妈等急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吴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一点锣鼓声都听不见。您白天不是已经收到帖子了吗？哎呀，收到帖子管个屁呀！现在都是哪家赏钱给的多，就在哪家耍的时间长，谁料得了谁呀？可再怎么耽误，也该到了呀。啊，姑妈，姑妈，龙灯什么时候来呀、啊哎？就要来了啊，就要来了。我们要看龙灯，我们要看龙灯。好好好，马上就到，好吧，马上就到啊！吴老爷，没有没有，吴老爷。吴老爷，哎呀，你这个混蛋东西，让你出去打听，你就耽搁这么久啊？你说你到底到哪儿耍去了？吴老爷，小的不敢，小的在街口等了好久，都不见一条龙灯过来，又走了好几条街，好不容易碰到一条，就是今天送帖子来的，可是他们的人已经烧得焦头烂额了，龙灯也只剩下一个光架子。我就不信咱这省城就一条龙灯也拉不来，你再给我出去拉啊！你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拉来一条龙灯，不然我就让你滚蛋。是吴老爷，快点跟我去。小妹，都是一些个饭桶，一条龙灯也拉不来。婶婶们等着急了，要不我去看看。阿表哥，等等我们，加把劲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梅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脚扭了。啊，要不要紧啊？我想这是天意吧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可马上就要到了、嗯、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跑回家喊轿夫抬两顶轿子过来。哎，大过年的别麻烦他们了。我真的不去了，你们快去吧。那怎么成呢？要不然我们走慢一点，陪你吧。对啊，别因为我坏了你们的兴致，要是去晚了就该错过龙灯了。梅姐，我不碍事的，慢慢走回去，别担心我。哎，那好吧，我们先回去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嗯，回到家我再喊轿子过来送你。快去吧啊。二表哥，二表哥，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，把梅姐一个人扔在那儿？你想想，就算梅表姐去了，她要是反对张莲，岂不是更糟？我们还是别为难他了。我看他是真的不想去。走吧。还是小的，拼命把他们拽过来的。好，办得好，快把他们接进来。好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快，快把他们叫出来呀！快呀，快去呀！哎，当心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小心点，来，慢点。这怎么搞的？啊？大少爷，我这给你倒杯茶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李嫂，你别倒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刚来怎么就急着走呢？真的不用，我坐不久，你去忙吧。好吧，梅姑娘，你有事就叫我一声啊。哎，谢谢你，大表哥。
腿要不要紧？要不找个医生看一下。不碍事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你快回去吧，省得家人担心。行，那你保重，我走了。我忘了问你，为什么住在姑妈家？哪个过年不走亲戚，我只是碰巧多住几天，被你碰见了。你骗我，你不是这两天才来的。告诉我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？还有什么地方比自己的家更温暖？大表哥，你别再问我了。你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这儿。你宁愿忍着痛，也不愿意告诉我。你不告诉我，可以，我会想法子知道的。大表哥。存在代表着失败，也代表着耻辱。我妈这辈子从来不曾输得这么彻底。也许我走得远一点，她的日子会好过些。其实我并不怪我妈，她把我养这么大，我没让她脸上增光也就罢了，我还让他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，都是我的错。有时候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反正我这一生已经完了，活着也是多余。不要再说了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告诉我，我求你了。不用，什么都不需要。不，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都是我带给你的。我要是再视而不见，我还算是个人吗？从我们分开那天开始，我的自责和愧疚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你一天不找到自己的幸福，这种痛苦就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大表哥，告诉我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告诉我。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。你走吧。
少奶奶，龙灯都耍完了，大少爷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哎呀，可惜今天晚上这花炮做的太少，是，不然我们可以大大的再烧一下啊！是，下回您说做多少我就做多少，烧了他们屁滚尿流了啊！哎，好啊，说干就干，明天晚上我再请给你们看。够了，不要再看了。老三呐，五爸不怪你，公馆里哪个不晓得你是人道主义者，连轿子都不肯坐，不是吗？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跟五爸计较了啊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小时候看看觉得挺有意思的，现在却不尽然。浅浅，你呢？我不觉得有什么趣味。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这种低级趣味的把戏看完就完了，有什么好想的？你们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？三哥，你想得太严重了，那些人只是来逗咱们开心的。亏你说得出口，你一点都不同情他们吗？这跟同不同情有什么关系？五爸他们得到了满足，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，他们各自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可真是千金大小姐，你以为有钱就可以让那些人脱光衣服，让你用花炮烧他们，就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吗？你看不惯就不要看嘛，又没有人强迫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过是应个景热闹热闹，怎么还当真了？算了算了啊，走吧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龙灯都耍完了。啊啊。哎，大哥跑哪儿去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明轩怎么还不回来？妈，明轩不会有事的，您先回去休息吧。瑞珏，妈，您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海儿喊了你一晚上了。哦。哎，别吵他了，他睡了。我去拉龙了，我爸没跟您说呀。拉龙，我看你是被龙拉走了吧。我在路上碰到个商铺的老主顾，就跟他约在小茶馆聊了会儿天。对不起妈。我倒没什么，别忘了你已经是当爹的人了。妈也是担心孩儿，话说的重了些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孩儿，孩儿乖，孩儿睡觉了啊，盖好啊，乖，真乖，睡觉了啊。怎么是你啊？黄妈有事回乡下去了，说过了元宵节才回来。今儿天气真好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去花园抓兔子，怎么样？抓兔子？那是小时候干的事，你们现在都这么大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今年的年啊，过得太无聊了，我都快闷死了。这么说定了啊，我先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不行的，太太万一找不到我会骂人的。真没意思。三少爷，你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算一个人也得想办法打发时间。我来帮你。嗯。呀，这袍子上怎么破了个洞啊？嗯，
哎呀，真倒霉，一定是昨天晚上让花炮给崩的。这样吧，您脱下来，我帮您补补。你行吗？我试着补补看吧。大太太好。大太太好。明凤呢？明凤啊，刚刚还来打洗脸水呢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瞧瞧。给。哎呀，你真不简单啊，没想到你还会女工呢。三少爷，其实我从小就会做女工的，这次你小瞧人了吧。好好好，我以后啊再也不敢小瞧你了。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一个人的才能不能用他的外表来衡量，有的人相貌平平却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相貌平平？嗯。三少爷的意思是我长得丑了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你别多心嘛。人家好心好意帮你缝衣服，三少爷怎么骂人呢？啊，天地良心，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骂你。要不然？不然怎样？不然就罚我3天没有人送洗脸水。哎，还好吧。好，缝得真好。你在三少爷房里做什么来着？我去帮三少爷送洗脸水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嗯，哦，后来我看见三少爷的袍子上破了一个洞，我就帮他补了一下。是他让你帮着补的？是我自己要帮他补的。你还挺机灵的，也不枉费你在公馆里学了7-8年。谢谢太太夸奖。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不该是你做呀？当时黄妈不在，三少爷又说急着要用，所以我……那大少爷、二少爷的衣服破了，你都帮着补？我……我知道你和三少爷打小一起长大，无话不谈。可是你们现在都大了，男未婚女未嫁，瓜田李下，总得避点嫌是不是？一个丫鬟在少爷房里一待就是大半天，让别人会怎么想？太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我们？这话是该你说的。一点分寸也没有。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做什么了都跟您说了。你做了什么不是你说了算，那要在别人眼里怎么看才算？我以前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了？明凤知错了。有人在背后说我连一个丫头都管不好，我还不服气，因为我信得过你。可是近来我才发现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老糊涂了，还是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？太太，明凤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有什么做错的地方，您尽管教训我就是了。我也不想和你说重话，不过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丫鬟就是丫鬟，做不了少奶奶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明凤，明凤从来不敢有这样的想法。没有就好。起来吧，干活去吧。是。等等，
我刚才跟你说过的话，半个字都不许跟三少爷提起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去吧。不行，得找个机会把这个丫头嫁出去，否则将来会出大乱子。相思在枝头独自哀。